7月16号由精英网主办的天生绝配青春微电影扶持计划发布会在京召开。当天，作为该扶持计划的代言人，陈羽凡、白百合夫妇双双亮相发布会红毯。羽泉组合另一位成员胡海泉和歌手叶一茜等众明星也作为陈羽凡好友到场，为其夫妇二人加油打气。不仅如此，新晋导演王岳伦也在发布会当天发表了要扶持新导演的决心，并表示天生绝配青春微电影扶持计划给了新人很好的机会，希望所有有志青年来报名参加。